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同皈依三宝啊！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大经科注第633页，633页，第七行啊，看起啊，第七行，欢喜佛，这是第八个名号，静音乐，能令见者心悦。故喜啊，喜悦，见到佛了，从内心里面生起喜悦的心，景心法师说，从佛无嗔善根而生，能除众生嗔恚，跟这个现在的话说忧虑啊，见佛了，我们嗔恚忧虑就化解了，故欢喜。在中国，弥勒菩萨用布袋和尚来塑造他的形象，就有这个意思在。无嗔善根，这三善根之一啊，我们参考资料里面有简单的解释，位于一切众生不生嗔恚，不于脑海，此无嗔法是善种性，能为无量善法根本，故名无嗔善根啊，贪嗔痴都称之为善根啊，无贪善根，无嗔善根，无痴善根啊，三善根能生一切善法。那么这个三善根呢，实在说呢，与一个人扎根教育非常重要。如果这个小孩从小父母就注意到了啊，好好的教他，他确实可以一生
得利益。啊，那么教人的人必须自己做到，自己做不到啊，收不到效果。我们看到爱因斯坦介绍啊，他的母亲，他母亲好，母亲为人呢，一生不会发脾气，不会以恶人这个恶的言辞对待别人，所以他从小就学会了。他说他一生没有骂过人，没有发过脾气，啊，受他妈妈的影响。这妈妈从小培养的，一辈子都产生效果。啊，可见的扎根教育真的很重要。啊，母亲是人类第一任的老师，这个老师比什么都重要。那这个人能不能成为圣贤豪杰，学佛能不能成佛成菩萨，全靠根。那根是种子，一生的际遇那是缘分啊，他遇到好老师，遇到好的同参道友，遇到好的缘分啊，这些是缘，缘好，如果没有根还是很难成就啊，有好的根基，遇到缘分必定成就。所以这根基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今天整个世界社会的动乱，真正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疏忽了扎根教育中国疏忽了啊！韩国日本都实施中国文化，2000年之前跟中国就有往来啊，甚至韩国完全用中国汉字啊，二战之后他们才发明新的文字，不用汉字了，这亏吃大了啊。他要不改啊，他继承中国的汉学，他有资格啊，《高丽大藏经》全是汉字啊，日本的大藏经还有一部分用片假名注音，韩国没有。啊，所以韩国汉这个汉学的基础比日本还好。啊，那么文字一改呢，可惜了。现在人不认识汉字了，跟中国文化就一刀两断了。啊，他不知道啊，中国文化是人性的文化，人性不属于哪一个族群，不属于哪个国家，是属于全人类的，人人都有份。那用汉字文言文写出来的这些典籍保存给后世，全世界的人个个都有份啊，只要你能够认识汉字，你能够懂有文言文，
这就是你的宝藏，就是祖宗千万年遗留下来的给你的，你一生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尽呐。这个里面有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理念、方法跟经验，啊，带给你一生圆满的幸福啊！这个东西能不要吗？啊，创意提倡不要的，把后面所有一切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断掉了，这罪多重啊！这个罪过生生世世愚痴啊，要断人法身慧命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不说了，这是汤恩比博士50年前提出来的。啊，劝大家重视汉字，重视文言文。啊，他有他的这个特殊的地方，不是其他的语言文字可以能够取代的。那这些人发现这汉字有道理啊，能把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三世啊，三世人的理念可以借这个工具能沟通。这个创造是非常了不起的啊！这种创造发明啊，其实学起来也并不困难。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小学生的课本、小学生的作文，就明白了。这人是教得好的，我们对于这桩事情要有充分的信心啊！希望汉字文言文能够复兴。景心法师讲：“从福无尘善根而行而生的。”欢喜光，众生除这个见到这个光，接触的这个光，啊，能除尘秽气心，就是忧虑的心，啊，见到他能生欢喜，啊，故欢喜。谭师赞曰。往生论注里头赞叹的，慈光霞披石安罗，故佛又号欢喜光。啊，这两句，佛的光里面充满了慈悲。这个慈悲，现在讲磁场。啊，光照的地方啊，就是一片慈悲。啊，也许我们有缘，能够亲身感受到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特别喜欢张家大师的氛围，啊，就是现在人说磁场，
进入他的大门，他大门外面是庭院，他住的是日本式的别墅的，这个房屋啊，有围墙，围墙里头有院子。啊，房屋沼泽当中，啊，进入他这个范围，就感到安全感，感到欢喜。张家大师的慈悲，能摄受人，啊，欢喜跟他坐在一起。一句话不说没关系，在那里享受他的磁场。啊，这是欢喜光，这是慈光，啊，这是他布施给众生的安乐。啊，我们人能感受到，天地鬼神比我们感受的还要深。那我们应当学，学什么？学慈悲，学不发脾气，学不动嗔恨心。这个对自己的好处太大了。他有那么大的摄受能量，我们也有啊。啊，无嗔，把嗔恚从根断掉。啊，对于任何一个众生，造作无逆施恶的众生，啊，伤害自己的众生，都要以大慈悲心来对他。啊，自己常常想到，他以恶意、恶的行为对我是一时糊涂，不是他的本意。为什么？他本来是佛。啊，我们也常常想到，我自己本来也是佛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些不正常的行为、不正常的念头？这是烦恼习气，这是迷失自信。啊，学佛了就要回头啊，回头是岸啊，这一定要知道。要不然学佛不会有长进，境界不可能提升。事法里头都要说讲求自知之明，何况学佛？啊，天天接受经典的教诲，就是佛的教诲。我们对佛经为什么尊重？为什么要礼敬？那这个书本是佛说的，文字是言语的符号，它里面的内容充满了智慧，充满了慈悲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尊重他，我们要爱护他，我们要向他学习。
啊，把佛陀的教诲变成我们自己的念头，变成我们自己的言语，变成自己的行为。啊，你所在之处一定得到很多人欢喜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用真心呢，不用妄心呢。这个话说的容易，真正从妄心转变为真心，是相当的难度。这个难度可以克服，不是不能克服。啊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读诵经典。常常不离开佛菩萨，啊，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菩萨所在之处，展开经卷就是听佛菩萨开示，啊，开示要用真心听，要以恭敬心听，要以欢喜心听，依教奉行，啊，真的利益了。啊，下面再跟我解释安乐。安乐者，如《法华言》，深意泰然，快得安乐啊！啊，身是身体，意是意念，这就是身心。舒畅，身心平安，啊，泰然自在呀、啊，啊，快得安乐。我们常讲的快乐。那很快你就得到平安喜乐，佛光能令众生安乐欢悦，故名欢喜光。十二光必须要认知，这是我们自信里头没有的啊，佛有我们也有啊，佛都能透出来了，他不迷了，我们现在在迷，这些光透不出来啊，不是透不出来，光本来有的，有障碍呀 啊，烦恼障碍了它，迷惑障碍了他，啊，习气障碍了他，啊，我们能把这些障碍统统放下，他就恢复了。所以佛经说来说去不利自己，我们才真正的受用。啊，如果不是讲我，讲的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与我不相干，我怎么能得到利益？啊，阿弥陀佛实在就是我们自我圆满的觉悟，真实究竟的觉悟。啊，所以祖师大德说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一点都没讲错。我们要
担当啊，直下承当啊，读这个书，反省我们自己一生什么毛病，知道了，然后一桩一桩把这些毛病放下，恢复正常。读经的功德利益在此地。再往下面看，谢脱光。第九，见宋矣，未矣没有。故古来的注释未有注释。因为无论是中国是日本，注解无量寿经呢，通通用的是唯一本，康僧开的本子。五种原译本的这个本子翻的最好，大家都用这个本子。那么这个本子上没有谢脱光，所以古来祖师对这句没翻译。但是唯一当中呢，有阎王。阎王光，有无称光，有这两个光。坛南法师赞云：佛光照耀最低，故佛又号光阎王。这位一般的对话，三途黑暗蒙光起，事故顶礼大阴功，又神光立相不可名，故佛又号无称光，阴光成佛光赫然，诸佛所叹故顶礼。那么从这两首偈，位移里头有阎王光、无称光。从两首偈里面呢，都是赞叹谢脱。他跟谢脱光也相应了，神光立相，应光成佛，这两句话重要。是贤谢脱光自觉之德了，佛光第一了，三途蒙光啊，这是利他的德，自利利他了。那么从念了这个注解，我们能够体会光是智慧，智慧要理想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相障碍了我们智慧。在相上起心动念就迷了，就是佛常说的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。无明从哪里来？是一念不觉，就是起心动念。迷了之后，他不能回头啊，那么必定是愈迷愈深。
啊，从起心动念生起分别，从分别又生起执着。啊，这是讲迷得越来越严重。啊，堕入啊是越来越深了，起心动念，十法界就出来了。啊，把一真法界变成了十法界。啊，分别心才起。声闻缘觉十法界里面就出现了，再有执着就变成下面的六道轮回，最严重的执着就是无间地狱。十法界本来没这个事情的，啊，包括十宝图，啊，现在我们知道，十宝图是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，啊，无明破了，就是起心动念。不起心不动念，是暴徒现前。啊，在是暴徒里面有41个阶级，啊，原教的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41个位置。这41个位置是说的无始无明习气后补不一样，啊，形成这个现象。其实这个习气只障碍回归自性，就是说障碍他证常寂光，除这个业外之这个条之外呀，对于性德、智慧、神通、道理都不障碍，是十宝图的法身菩萨，41位法身菩萨，在十法界，在六道。以应化身教化众生，跟佛没两样。那化身菩萨的事业，没有为自己的，自己到顶了。无明习气是断不掉的。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断，只有等待。时间久了，自然没有了。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，他做什么？他们跟诸佛如来一样，普度设法界一切众生。那他们的对象在设法界，无处不现身。无时不现身，啊，他要是不暴露身份，没有人知道他。
那为什么有些普鲁身份，有些不普鲁身份？语言不一样，决定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众生。啊，众生的语言不相同，在某一种状况之下，可以普鲁身份帮助他。啊，不是这个缘分，铺路之后起生反效果，那就不能说了。啊，所以铺路的人少，没有铺路的人多。古今中外，我们细心观察就明白了。神光立相，应光成佛，这是解脱光，自觉之德，啊，自受用。佛光第一，三途蒙光，是行解脱光觉他之一。啊，佛光能帮助众生开悟，能消业障。我们业障重的人，你要晓得，你每一天把这个经读一遍，业障就消一分。你自己完全不知道真相。如果要不真相，你怎么可能忽然有一天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？那是累积的，不断累积，多年多多岁月的累积，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悟了。啊，我们听一遍也消一分业障，读一遍也消一分业障，啊，念一句佛名也消业障。如果你真想消得快，你的佛号就别断，就快。啊，我们为什么这么慢呢？断的时间长啊。把经教放在心里的时间少啊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所以我们看到有勇猛精进的人，24小时不中断，一秒钟时间都不肯放过。啊，谁呢？像宋朝迎科法师这样的人，啊，一秒钟念一句佛号啊，一句佛号都不可以漏掉啊。啊，分分秒秒啊，每一秒钟都在自己提升的，所以他三天三夜啊，就能够把本来应该堕无间地狱，他见佛往生。啊，三天的时间，这三天是我们凡人见到的。啊，实际上呢，我们相信他这一生没有缘分，从小母亲扎根教育没扎得好，
出家了，纵然遇到好老师，因为自己业障重，必须到了真正地狱境界先前，他害怕了。这个时候才知道不干不行的，不干真堕地狱，堕地狱哪一辈子才能出来？越想越害怕，这在拼命的。三天三夜，一秒钟都不放弃。把过去生中修积不足的功德，三天三夜统统补起来了。佛现前了，佛现前就是证明他不足的功德已经不成功，要不然他见不到佛。他要求往生，佛跟他讲三天之后带他走。为什么不当时带他走，还留三天？那个三天是度众生，他自己功德成就已经成就了，这个三天是做给别人看，告诉大家念佛往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他还是个破戒的比丘，无恶不造的一个出家人，真正忏悔，真正回头，三天都能成就，何况没有造那么多罪业。那么他这三天念佛，我们必须要知道真诚心、恭敬心、忏悔心、求佛怜悯的心，一丝毫没有怀疑的心，这是他必须具足的条件。这里就有一条不具足，他就做不到。我们明了，我们要学习。我们也希望决定，在这一生当中完成，不要再拖到来世了。决定不能拖。再看念老下面注解，说从此两手赞，我们合起来学习，这个参就是参学，学习正贤呢，谢脱光之德也，帮助自己提升，这是自理。立下成佛，放光普度啊！正贤谢脱光的妙德与利益，这利他了。于此亦可见的古已差异，往往皆由开合之不同。这是从这些地方我们看出古时候翻译的时候，有些把两个光合起一个，有时候把两个光
一个光分成两个，啊，这叫翻译的人，啊，他们的不同。再看第十，安文光，啊，兼诵译，安文。与底下这个安文呢同，这个字写的话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圣贤圣安行文，心定了，无著，八苦不能饶。啊，这把这个形象说出来。什么叫圣安？什么叫心稳？啊，五浊是世环境。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，是五浊卧室，而且浊到了基础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无主无实。第一个，借助。借是指时间。时间没有。哪里有？没有染尽啊，而是看众生的业报。啊，众生的心被染污了，所以造恶业，恶业造多了，环境被染污了，环境灾难多，那现在我们知道啊，地球并不大，每一天不知道有多少灾难。过去我们念弥陀经讲五浊，我们心里有疑惑，世尊说得太过分了，哪有这么严重？现在我们看看世界，好像世尊就为我们讲的，啊，确确实实如此如是啊。似乎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就见到今天这个样子。教育出了大问题。这个就是浊卧的因缘。啊，才产生见处。我们把所有的人数全看错了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啊，烦恼处。命处。我们不能不佩服释迦牟尼佛，一桩一桩啊讲得这么清楚，讲得这么明白，
八苦是说我们自己的身心，五浊是说我们的环境，活在这个世间多苦啊！啊，在过去100年前，这个世间真的还有真有福报的人享福。啊，过去种的善因，这一生享福。啊，身心安稳呐，自在快乐。啊，家庭美满，身心自在。100年前还有，到民国初年也还有，大概到抗战爆发之后啊，渐渐就少了。抗战之后没有了，没有真正有福的人。啊，纵然有地位有财富，他有忧虑，他不安，身心都不安稳。啊，那么现在没有了。啊，我们看到有人呢，有富翁啊，拥有百亿、千亿财富的，有这种人，他快不快乐？不快乐。啊，有很高地位的，他也不快乐。安乐没有了，整个世界就是不安。啊，尤其是科技的突飞猛进，带给人类是忧虑、不安。核武、生化战争，许多先进的国家天天在发明，天天在更新，带给全人类的威胁，也该带给他自己的威胁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自从广岛长崎2颗原子弹之后，这个世界上一些真正有智慧的人都看出来了，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什么样子。啊，是同归于尽，没有胜负。啊，爱因斯坦说，对，第四次世界大战他知道。啊，用什么武器呢？用石头，用木棒，这全毁了。第三次就全毁了。啊，第四次就是从头来起了。啊，人类的文明完全毁掉了。啊，科学技术也没有了，人生活上，啊，要靠拿石头、拿木棒去打猎。
啊，所以这个安稳是多么重要。啊，中国把安稳摆在第一，每一个国家，每一个地区都是把安稳摆在第一位。啊，安不安呢？不安。稳不稳呢？不稳。这个麻烦大了。啊，极少数的人，宗教的信仰者，啊，在中国的佛跟道，啊，其他宗教里头也有很高的这修行人，他们放下了，他们看破了，啊，真正放下万缘，身心获得安稳了。啊，山崩地陷不能动啊，五浊八苦不能饶啊。啊，但这种人很少，这种人多半住在深山里面，与外面的社会远离了。啊，那么他在这个世界，世界怎么乱？灾难怎么多？他安稳。极少数的人又宗经录语，安稳快乐者极尽妙常，这四个字形容的好啊，极尽妙常，这是真正安稳快乐，安稳快乐从这四个字来的。这四个字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又极尽妙常，极常寂光，这个境界高了，把它极尽妙常提升到最高的境界。啊，就是常寂光，常寂光里头极尽妙常，常是永恒不灭。啊，妙是隐现自在，有缘现，能生万法；没有缘不现。是知生灭灭已，极灭为落啊！这是安逸啊！生灭是什么？我们现在知道，十法界是生灭，有生有灭。生灭灭已是什么境界？十法界没有了，真正觉悟了，梦醒了，十法界是场梦。梦醒过来之后是什么境界？是十宝庄严土。十宝庄严土里头没有生灭，就是生灭没有了，灭掉，极灭为落，化身大士才能享受到极灭为落。
身心都是寂静。啊，灭是什么呢？灭起心动念，灭分别执着。啊，因灭了，果灭了，果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没有了。这个时候现出的境界是一真法界，是十报庄严土正路。啊，所以生灭灭即，即灭为落，这真正安乐。啊，诸位一定要知道啊，我们现在有这个机会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生灭灭一，即灭为落。生到那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我们遇到这个机会了，记住啊，迎客法师只花三天三夜时间了，地仙老和尚那个锅炉匠啊，也只三年了。啊，我们讲正常的，不要讲特殊。啊，深圳黄忠昌居士30才出头，啊，听我讲经往生了，上三年可以往生，他做事业在深圳闭关，向小丽护关，还差2个月满三年，也就是2年零10个月，他预知时至真往生了啊，证明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净宗最难的，这难信吗？这是最难的一桩事情。啊，净宗最大的障碍，如果对他真正相信，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，你的福报可大了，人间天上没得比呀！啊，你这一生真能取得了。啊，真的搞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这就必须什么？极乐世界认识见处，我们居住这个世界也认识见处，两边都清楚、都明白，然后我们来取决、取舍，我要舍哪个？我要取哪个？没有丝毫犹豫，没有丝毫怀疑。这就成功了啊！然后晓得我们这一生是多幸运，是多么难得啊！彭吉清居士说：“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呢，我们遇到了啊！开经偈上讲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们遇到了。”啊，遇到有真智慧，有真见识，把这个机会抓到，我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。啊，这才名副其实得到了安稳。啊，除这个之外，通通不安稳，在十法界里做菩萨做佛都不安稳。为什么？怕退转了，
一个失误就退转了。证得法身菩萨了，这才叫不退也。啊，十法界又退转。啊，法身菩萨才永远不退。三际一如，无去无来，这是稳。啊，三际不可得了。啊，三际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从时间上讲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就是在常寂光，在十报庄严土，啊，空间跟时间都不见了，空间不见了，没有距离；时间不见了，没有先后。这叫妙啊，极尽妙常啊！啊，回归到极尽妙常啊，极尽妙常是真如啊。啊，极尽妙常放光啊。啊，常寂光里头有寂静妙常之德。啊，妙光普照，先令众生安稳快乐，立住生灭了，这叫安稳光，就是光有安稳的。啊，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归回来说。这个光就是大乘经上佛常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如来智慧德相，这是智慧，光是智慧啊，一切众生统统有这个光呢，就叫做常寂光，本来有。有没有失掉？没有失掉。没有失掉，怎么不见了？迷了。常寂光就在面前，我们看不见。我们这个身心，对常寂光丝毫感觉都没有，真正叫麻木不仁啊！我们知觉失掉了，这个失不是真失掉了，迷失了。你什么时候觉悟了，它又现前了，就恢复了啊！佛陀教我们，佛陀教育的目标没有别的，帮助我们恢复常寂光。就如此而已。我们的常寂光恢复了，诸佛有没有感觉到他做一桩好事啊，他度化众生呢，哎，多大的功德，各处说没有。为什么说没有？众生成佛，他本来是佛。度众生，不着度众生的相。那叫真度众生啊，
着了相度不了啊，着了相自己也成不了佛啊。菩萨生生世世修行那么辛苦，什么原因？就是度众生没理想。自己修行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也没有理想，要是理想的话，他不就早成佛了吗？理想就没事了。心里有这个相，还有事，还有修行成佛的事，还有度众生的事，事还挺多的了。通通放下，没事，没事是真正成佛，有事是菩萨，还差一个级别。这里讲到极灭，极灭是说教的佛教的术语，参考资料里头有，从佛学大字典记录下来的，极灭，梵语叫涅槃，翻译中国的意思呢，就翻作极灭。其体极尽，离一切相。这个灭就是离一切相，把这个相灭掉了，所以翻成极灭。它的体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第四句话。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没有动摇，没有动摇就是定，自信本定。真心，真心是本定的，那一起念头，念头就不定了。所以起心动念，心动了，动了叫妄心，不动是真心。动了的时候呢，我们只感觉得有妄心，觉得有动，那个不动的感觉不到了。只知道有动的妄心，不知道有个不动的真心。要离开动，真心就现前。生灭是个动向啊。我们这个念头啊，前念灭后念生的，是生灭相啊。不管身体在不在啊，没有身体，受想行识还是生灭相。身体是色，这叫五蕴的色受想行识。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五蕴，有什么呢？有见闻觉知。这个东西有见闻，迷了之后，见闻觉知变成受想行识。受想行识觉悟了，就是见闻觉知。那么离一切相，
这叫净念。干什么都不能着相，着相就错了。那么修行我们就知道了，无论干什么，面对着一切人事物，真正用功，用什么功呢？不着一切相。这是真修行的，修什么？修成佛之道。这不是菩萨。不但无明的相不着，连无明的习气也不着。学得干净，学得痛快啊！啊，这才是真正的佛法，真正的大乘，连大乘的相也不住，连什么真正的相也不住。啊，那是名字相。言说相、名字相、心缘相，通通不住。心缘相是七千多年，啊，下面说《法华经》续品曰：续品第一品，或有菩萨见即灭法。这什么菩萨？明心见性的方法，菩萨立一切相的菩萨，他见到了。《维摩经》佛果品里面说：“知一切法悉皆寂灭。”啊，注曰：“注解里头，三照大师说，去相。”故言寂灭，同就是维摩经弟子品里面说，法本不生呐，尽则无灭，是寂灭矣。这话是真的。有生就有灭，法本不生。不生当然就没有灭，有生才有灭，不生哪来的灭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说一切法，一切法在面前呢，谁能看出它不生不灭？这大乘经上常说。八地以上，啊，像明明摆在面前，他看出了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个概略的一个概念。啊，有这么个概念，一坛指有32亿8000年，啊，一秒钟我们算它弹5次，就是1600兆分之一秒。1600兆分之一秒，你说它是生，说它是灭，如果你能掌握到
你会告诉人不生不灭。真相啊，生灭的念头放下了，没有了。这个意思能懂吗？意思就是所有一切现象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说的这个意思啊，三种现象得自己是一身的，我这个肉身是物质现象，我的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，我的意念不觉是自然现象，通通不可得。啊，因为意念不觉没有原因，这才叫真正看破了。真正称得上是真相大白，那《维摩经》弟子品里面说：“法本不生，尽则无灭。”啊，这个就是讲的1600兆分之1秒。你就看到了《无量寿经》上卷，超出世间，深要极灭。这个要字念取生，爱好的意思，不当作快乐讲，当作爱好。啊，为什么说超出世间？世间是生灭法。啊，身要寂灭。那么寂灭跟世间是不是两桩事情？不是。如果是两桩事情，他没离开。世间就是寂灭，寂灭就是世间。众生在世间里面造业受报，佛在寂灭里头普度众生，没离开啊。不能把它看成两桩事情啊！寂灭就是世间，世间就是寂灭。世间是寂灭的幻象，寂灭是世间的真相。这个意思很深，不好懂。那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能够体悟到少分，你会生欢喜心。世间出世间全放下了，众生跟佛也放下了啊，放下才是真的。还有佛有众生，还是世间法没出门呢，生灭法了，你还在原地踏步啊，真的是一不少二啊。那讲得清清楚楚，
我们就是体会不到，啊，看不懂，啊，《知都论》55卷有这么一句话：“灭三途，即著细论，故名即灭。”啊，细论是什么呢？无意的言论，毫无意义。啊，三毒是贪嗔痴。细论包括什么？包括全部的佛法。为什么佛法不能执着吗？执着就不是佛法了，佛法变成世间法了。那不执着呢？不执着世间法都是佛法，一样不是佛法。啊，为什么不执着跟性体完全相应，跟常寂观相应？啊，一执着，就好像真的有个东西在了。你心里头打结了啊，不能执着，不可以执着，为什么？空的啊，自信是空寂的，非物质，非精神，非自然，你怎么能执着？啊，所现的现象是假的。慧能大师说：“何其自现，能生万法，万法不是真的，万法全是生灭法，也是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”啊，佛说真如本性常寂光，也是当体皆空，皆不可得。啊，无非叫我们全体放下，不能有丝毫执着，这就是大乘佛法，这就是圆满的自性，这就叫大般涅槃，这就叫做常寂光。这个要懂啊！啊，然后你可以能说一句。哎呀，释迦牟尼佛49年全是戏论啊！世尊听到也就点头微笑了。你真见到这个寂灭，我们看念老引宗经录啊，这个宗经录的两句话，永明延寿大师说。那我们净土宗第六祖安稳快乐极尽妙长，这八个字讲得太好了，这八个字化身菩萨的境界，
我们把底下再念一遍。极尽妙常，极常久光，是知生灭灭矣，寂灭为漏。这八个字，《大乘经》上佛常说，这是安呐、啊。三寂一如无去无来，这是稳。弥陀于极尽妙常中，妙光普照，咸令众生安稳快乐，立住生灭了，比使民安稳光。啊，弥陀的常寂光，遍照法界，就是此地讲的极尽妙常。常是永恒不变，那这个光明，咸令众生安稳快乐。这是真话，完全真实。无量无边、无数无尽的众生，迷失了自性，沦落到十法界。啊，更不幸的，沦落在十法界的下层。就是六道轮回，啊，要不是弥陀慈光普照，这些众生日子怎么过？啊，佛光遍照，十二种大德在加持啊，光明就是德了，对，现德加持一切众，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不知道啊，过去时若有善根，遇到善缘，渐渐明白了。啊，明白是戒，清凉大师判华严为四分，信戒行正。啊，结了之后啊，要信。啊，真正信心从哪里来的？从结来的。啊，结就是教学。啊，世尊49年讲经说法，就在这个结字，帮助众生。明白了，理解了，信心自然生起来了。啊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信了之后，那个修就开始。所以解不透，信里头有疑问，有疑惑，纵然修行有障碍，很困难。这就是上中下三根必须从结门入手。
啊，上上根人，他从心入手；下下根人也从心入手。上上根跟下下根不可思议。啊，下下根什么？老实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。啊，叫他一句佛号。念到底，他就老老实实念到底。像锅炉匠，啊，你看人家三年，日至时至站着往生，没生病啊。往生的前一天，到城里去看看朋友。那什么见最后一面啊，见见面叙叙旧，他也不跟别人说，第二天就走了。啊，下下根。啊，中国古人也有话一句话说，为上智与下愚不一，不愚他不变不变。麻烦去中央这一段，上不上下不下。那我们这些知识分子，要搞好多好多年。啊，这个教啊，慢慢通了。要知道，多少人搞一辈子都没通的。太多了，啊！我们搞了60年，才通这么一点点呢。这个我自己有经验的。如果照我的寿命，45岁死了，没搞通啊！啊！但是我们相信能往生，下品吧，下三品往生。啊，真正搞通很不容易啊！这搞通的秘诀，就是张家大师教的放下。啊，不能放下，你决定不通。啊，通的人没有不彻底放下的。彻底放下呢？就是离生灭法，安稳快乐。啊，这个德叫安稳。啊，光中有安稳。下面，第十一，超日月光。啊，这是比喻。静音乐，过世间相，这个过就是超过。啊，日月是世间相，明超日月。静心乐，日夜恒照，太阳照白天，月亮照晚上。日夜恒照，不同娑婆二要智慧也，故超日月。二要就是太阳跟月亮，谈思赞语，光明照耀过日月，超过日月。故佛号超日月光，又超日月三昧境，有这么一段文，
日之光明，照现在世。我们人无啊，人是人道，无就包括十法界。软动是十法界里头小动物啊，小爬虫啊，这是动物，白骨、五谷杂粮，这是一切有情众生维系生命不能缺少的啊，药、木啊，木材，都是我们生活不能缺少东西。诸天龙神皆因日辰普得摩诃啊，我们离不开太阳啊，离开太阳啊，这些东西都不能存在啊。啊，靠着太阳这些物才能够生长，才能够生活在这个地球上。热不能照二铁为剑，也不能照人心本领开大业啊，这是说日光的功能。像前面所说的十种德啊，无量无边无碍无等智慧清净欢喜解脱安稳，太阳没有这些德了，啊！但是他的德的时候，供给我们的温暖，啊，帮助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一切生物能够存活在这个地球上，啊，这是日月之德了。那么铁为坚，它不能照。也不能照人心本。啊，照不到我们的心了。真心妄心都不能照，那是令开大啊，开始开明，大事通达，但照有心，不照无心啊，超日明三昧，所以圣者乎啊，这是超日明三昧经里面说的啊，超日明三昧啊，所以圣者是什么？超就是超过日月。为什么他超过？数照十方无边无际，他能遍照，他没有障碍啊，三界五道啊，弥不彻障。三界、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
五道、天道、人道、三恶道，他统统找。啊，这个五道里头不说阿修罗，因为阿修罗除了地狱，其他的四道都有阿修罗。六道单单说阿修罗，是说天道阿修罗。啊，天上有阿修罗，人也有阿修罗，畜生有阿修罗，鬼道也有阿修罗。啊，地狱道没有。啊，所以阿修罗四道的存在。啊，那么在哪一道呢？就算它是哪一道。啊，这通常讲五道，五趣，就是把阿修罗省略掉了。阿修罗，我们要认识他，福报很大。心行不善啊，他修的有大福报，所以无论在哪一道，他有势力，他有财富，真的我们讲大富大贵，在鬼道里是鬼王啊，在畜生道那也是猛兽，像狮子啊、老虎这一类的啊，其他的野兽都怕他啊。在人道里头要做人王啊，好胜好斗啊，喜欢发动战争。啊，那么阿修罗过去生中修的福，修了大福报，这一生当中享受，享受的时候他就不修善了，多半作恶啊。所以阿修罗死了以后都是堕地狱啊，所以他不能算作善道啊。第二世有福，第三世就地狱去了。那我们对阿修罗要认识清楚。啊，阿修罗傲慢、嫉妒，啊，这两种心特别深，愚痴，啊，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。三界五道啊，他统统找啊！啊，这是日月所找不到的。佛光照到啊，我们看到有不少灵界的信息。章太炎先生在世的时候，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。啊，他应该是代理，判官地位很高，相当我们现在人讲的秘书长。啊，一般人讲二把手。啊，可能是判官有事情，不能上班，请他代替，他代替了一个月，啊，晚上就到鬼道去上班去了，那白天呢，他就送回来了，
说明他晚上办事的状况。啊，鬼道跟人道相仿佛，但是鬼道的人很苦，啊，没有笑容。鬼道的天气没有太阳、月亮、星光都没有，昏暗。啊，就像阴天下雨，浓云密布一样，永远看不到，叫三光，日月星看不到。啊，所以日月照不到鬼道。啊，那么上至经文呢，甚于注解。就是抄日明三昧经里面说的这个一段，比古大德注的详细，啊，注的好。盖以日光能照一切有形，啊，生长天地万物，但不能照无形，也不能透体为善，啊，所以不能照两铁围山之间，啊，这个他不能照，不能照明啊人之本性，那么超人民三昧比日月光啊，就要殊胜。但弥陀光明又原生此三昧，故名超日月光也。啊，那么阿弥陀佛的光不但超日月光啊，它也超日明三昧，啊，日明三昧比不上阿弥陀佛的超日月光。那么今天时间到了，后面最后一条啊，是不思议光。那我们明天再一起学习。